如果你有兴趣，让我们玩个脑力激荡的游戏。如果我告诉你假期，你联想到什么事情？你是晚上不早睡，白天不早起，再找三五好友聚一聚，还是四处闲逛，漫无目的？汉堡炸鸡，外加一场电影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朋友，如果你有兴趣，让我介绍另一种度假方式给你。这是属于联考组的专利，如果你想试一试也可以。就是作文15篇，数学50题，再加英文造句100句，还有理化史地都要复习。假期一过，模拟考就等着你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如果你现在是联考组，请停止抱怨，因为你并不孤独。如果你曾经是联考组，请不要吝啬，让我们为他们祝福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